今天你一定要醒过来，否则我早就自尽了。你醒过来呀！ 你醒过来呀！
回来呗，一个医生还不好找吗？不，这医馆离了这医生就不开了。我跟你说正事，他的房间呢就归我用了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这儿有我一份啊。叶远志，滚！我不。你滚不滚？不管。你信不信我踹你？不信。你，我踹死你！你们这话呀！若来生情难成双，对岸等月光，伴你一世可算长。舒一，你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还能不能回来？别唉声叹气的了，我连觉都睡不好了。看你的样子，难道你想让我也患上失眠症吗？美娇，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声音啊？啊，求求你了。看你这样子真麻烦。好吧，其实木星辰已经写信给你了。